要研究这所作品呢，是由两个原住民所组成的一个团体，叫做撒乌路跟老外，好吧？那撒乌路呢，是我们以前中山的一个学长，他毕业了，还在吗？大四啊，哦，欢迎欢迎，他在节目稍后会来到现场，也是为大家演奏几首好听的作品。那这首作品呢，是他们那个所创作的非常轻快、非常好听的作品。那现在就让我们欢迎由曾松伟、林立还有刘昭志带来的《乌云》，谢谢。好，然后下一首就是 Jerry 的话，再下一首是周远哥在一起，请准备。这首歌是乌云。好，那直接开始了。
是你。